下，帮我发到 ins 上哈。Ice Blackpink， 五。现在独自做15个那种刚才的那种动作，对着镜头开始。我想推20个。我觉得 OK， 你赢了。给他助他一下荒唐的时刻啊！快拍起来！我要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第一集，好不好？第一集应该有内容了吧？你在拍吗？你现在？在。上次是哪个？上次。这是预告，这是预告片。哦，这样。其实是介绍这个小机器的，还没开始介绍我本人。哦，有话有话来了，快认真记录我认真工作的样子。不能毕业吗？对，你这毕业了，我们也不能用。好。手放在嘴中间，我感觉也不合理啊、哦。是很不合理，刚刚没注意。是很不合理。拿着画像，这画假画真画，是真的，真的像你，真实的对。就做半边脸吗？就像个花，我是那种是什么？是啊，有这种花季少年啊。是拿一朵花试试看，后面低调，来点这个。你不要破坏我的道具。再放眼睛这边，然后眼睛更大一点，再来像这样。对对对，啊，不笑的是不是？还笑的？有，就是有一点点。掉了一朵。来，我觉得有花的一张图就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是100张有一张精品已经很不错的了，因为有的人可能拍10000张也挑不出一张。没有了，因为没有这种人。这是就是很可爱的卡片，就是工作人员姐姐弄的，然后挺可爱的。然后准备在这上面写一些祝福，还有很嬉闹的语言，然后大家可以收到。第一个写什么？第一个先咱们来点吉祥话吧。小林吉祥话。什么身体健康，这是一定要的吧？身体健康，嗯，好，事事顺利。大家应该都会想要收到这种，再画一个小爱心，这吉祥话，直接装进去。这是要小镜头，这是要送给工作人员的。对。谢谢他们这么支持我，就给我这个机会。你这个爱心，手工活物比较贵。嗯，这是一个爱心。那好的，还有第二个写什么？既然是工作人员，那就写一些那个吧，是吧？开心，然后升职加薪，可以贴在工位上，可以贴在，完了。工位的工写错了，换一张吗？换一张。好，这张我给你好了。什么天天开心，然后再升职
这是可以贴的东西。哈哈，这个收到人哦，我先预示一下，收到这个的人，这个可以贴在工位上，他可以天天开心的，贴上去是我会施过魔法的，他就可以升级加薪。巧克力是塞不下去的。工作的环境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我觉得没关系，大家可以嬉闹一点嘛，反正主打轻松一点。他写什么来着？哦，你的手机地址是我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太安静了，不像是一个工作上的。你真的过于，这里是我吗？画个表情。你要画什么表情？就是很吸了。那你对着镜头展示一下。我超爱，就来摸什么爱。大家可以用起来，很好用的。手机壁纸是我吗？所以呢 ？A 是 ，B 不是。必须是，一定是，马上就是。以前不是，马上是。一定是管理的。这可以增加互动环节吗？到时候他们可以就是回馈拍在微博上，什么艾特我之类的。我如果看到的话，我会尽力回馈。宝宝好像我很忙一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再塞进去。我觉得拿到这张的人应该也很无语吧。那我还要用再来一个。可以互动项多一点的吧？可以啊。这样他们每天工作那么无趣。还有什么？用四个字来形容舞台上的小圆，好不好？可以。然后画一条横线，这是填空题。有填空题还是选择题的？集齐一张试卷。用一个成语。还可以不用判断题。啊，还可以判断的那个。集齐一张试卷。用四个字的。成语吧，这成语完就四个字啊，词，四个字词，四个字的词语，嗯，的词语，这，形容舞台上的小莲，行不好，填空题。一会儿我给他写一个什么，那什么命题作文，800字夸小莲，微博艾特我一定回他。是一张任务卡。任务卡太好笑了，给他画图吧，给他画一个。第三个，再分我一下。天哪，我太用心了吧！再给他画个表情，我很爱画这种有的没的。这表情也挺搞笑的，可以主打很可爱，笑很开心的那个。好，你不要再给别人出题了，你正经送一些吉祥话给别人。下面来一个一夜暴富发大财，好不好？这张可以给我吗？一夜暴富。发发大财，这张可以放钱包里吧，小小张的还可以。这张可放钱包。Tip 是吗？温馨 Tip 就会 TIP 的那个吗？要 S 吗？几个人？1、2、3。再来一个，变瘦变白变瘦变白变漂亮吧，变瘦
变美丽。啊，这样是吗？嗯，变瘦变白变美丽，不用指定了，这张放哪都可。OK。加一个糖果。还有啥要写啥祝福？他三张祝福过去差不多了吧，主要是我不太知道大家想被祝福吗。哎，我要再写一个，说我把我的幸运分出去一些，幸运分享卡，对，幸运分享卡，不是真对，是不是很努力作用。好，然后是这个开心点吧，这一点放大小丢丢，然后展示一下，这个面展示过了，后面有点像青蛙啊，这个表情，但是很开心的一个样子。后面再加一个画个爱心吧，幸运分享卡，可以。我突然忘记下一步要干什么。经常会这样子。好，重要的事情记得很清楚，不重要的事情就会忘得很一干二净。这个好，哎，只剩最后两张，哎，还挺有那夫妻相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最后两张来个对联吧，就是感到幸福，嗯，就。拍手，感到开心就坐在那里。喂，我读书人呢，脚怎么写？跺脚，脚怎么写？跺脚，应该是足字旁再加一个足，发的足。对，是读书人，是有文化的。这是上联是吧？我来注册一下。注册一下，商标吗？上联。下联，哎，真的，指不定可以当好朋友，真的很好。我跟他在幸福好朋友，对，幸福好朋友，再能不能给他接起来画个爱心上？天哪，我好厉害，在出拼图系列，真的，你看，你在问说这是什么？对，说这题也是任务卡，对，寻找他的有缘人，对，寻找。有缘人，寻找有缘人。天哪！希望他们可以赶紧，就是认领到对方。这两个打散一点，一个分一楼，一个分二楼。只有一层、啊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？今天不是跟我合作下来一天吗？一人说一句就是受听的话，受用的话。平常说你们在问我问题，我能问一次吧？因为我工作需要就是那个需要一点就是那个什么能量。通过收集彩虹屁获得能量吗？我送你的彩虹屁是，你今天的造型很百变。百变？百变？百变是什么？能灯光组，你灯都已经打到外面的绿树了，你这天地临沂的。这位玩手机的那位小姐姐，不能玩手机，你们华为今天的帅气也最长一夜。你要说那个对那个咱们对那个流程说对得很融洽，是不是？嗯啊。来拍图师，快点，很满意是不是？下次可以一起再合作衣服，还是服装师是吧？哦，对，服装师，服装哥哥，这身衣服穿在我身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掌声不够，这要欢呼声。画得很好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这些都是我亲手写了很多，就是也有嬉闹的语言，但是也有一些开心，也有一些祝福，然后希望就是可以给你们带来一点快乐，然后就好了，谢谢。